他没戴耳机，精彩了，我瞄一眼更精彩了。然后后来呢，他第一步结束，换第二步，从跳到就越来越厉害。觉得很好笑，怎么说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通常都是在家里看的嘛，那我可能会想要提醒阿飞一下吧，但是又不好意思讲。对，那你都会跟阿飞讲？会啊，会去跟他讲吧，然后我会笑他，太扯了吧？那还蛮厉害的啦，没有发现，对。笑吧，就会很傻眼。他能看你坐在旁边，你会提醒他们说：“太大声。”应该会走掉，直接走掉了。快叫他记得小声点，应该很尴尬嘛，在外面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阿梅应该是有需求吧，在家里不好解决。